来引火气，报父王家族龙庭尹，奉命征战百可汗，御赐宝剑转长安，皇兄设下狠图计，要害小王丧皇权，小王离世奉了父王之意，征战百国，其夕得胜回朝，可恨皇兄设下狠徒之计，要害小王，多亏尉迟敬德家破其亲，将金库打碎，本当奏知父王，怎奈父王染病在床，岂不又多添一重愁闷？唉，这且不言，日前在太医院请得太平汤药，为此进宫与父皇见约，诺一事有白驾进宫领旨。
太医院
请得他一品汤药，为此与父王见约来了。好，此乃我儿小心，将药取来养我用。那一时有看见如此的灵旨。
启禀。相父王染病在床，为何还有这坐落之身呢？带我前去探听明白便了。Thank you.
与儿一母同坐饮酒，岂不败坏纲常？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。听啊！
这等模样？昨晚二舅二爹是命进宫，把爸求媳妇二人万岁做之。想我儿是命，素日为人品行端正，你二人不要诬赖好人，姑爷不信呐。万岁不信，先有玉带，万岁请看。来姑看来，好奴才。
及金家吾皇万岁，金家平臣万万岁，金家上殿有何本奏？请问万岁儿知亲王身犯何罪，为何问斩？奴才行为不仁，扰乱宫廷，无而问斩。想儿知亲王有十大汗，那功劳只可一吃，不可以斩。哼，吾心已定，是定了斩。不是。万岁呀！儿子大战王世充，害得我子孙无根。不要！不急走门叹息心，叹在心边了万人。官途两败不是少。
岁两亲家，吾皇万岁万岁，请了。大胆褚遂良，上得殿来，衣冠不正，莫非你疯了？呵呵，臣倒不曾疯，只怕万岁你昏了。啊？臣见得寡人昏了呢。儿子亲王身犯何罪，推迟无门去斩？奴才行为不正，扰乱宫廷，胡而问斩。想那儿子亲王东张西去，南征北剿，有十大汗马功劳，你竟向他斩首，你那军心何忍？我这诚心啊，何敢做当兵？家住太原郡，三叔齐将太尉军，二次大战方世充，八杠收来了中兵的书，没两宽心出京门，千秋名天斩罗成，大唐收了五十斤财宝，我是你所入。但褚遂良上得殿来，燕军之过来，放了。臣启万岁，臣有十道条陈，用臣奏完三上不迟。好，臣上龙石湾，再不观看。臣修本不及，乃是口奏。当天奏我来，不额头。朝臣奏的是夏禹王，做了一十七代相印，四百五十八载，后赐一尊明月齐王，宠爱一妃名唤墨西。那齐王听信墨西之言，以孝为耻，以恶为邻，忠臣良相俱已遭害，到后来我。上得殿来，红颜乱语，哪里容得放了？臣启万岁，臣十道条陈，将将走了一道，还有九道一走。用臣则无案再参不迟。好，你把你就往下走来，如何走？臣这道条臣走的是陈塘王，得了齐王的天下，后赐一尊明月纣王，宠爱一妃名唤妲己，
他家亲有两颗残臣，一名肺中，一名幽魂，那纣王听信妲己之言，弃嫂一胎，命曰自信楼台，诺必干丞相抛心而死，家室夫人坠楼而亡，江后娘娘刮目入手，东宫太子一命造次，皇家父子翻吃了五官，到后来江上心病发咒，可叹那纣王只落得祸分死心楼台而亡啊。韩遂，你看这不是听信谗言宠爱奸妃无道的昏君？他则是此本不准往下走来，如何走？朕知道条臣走的是纣王，得了纣王的天下，后赐一尊名曰幽王，